我要长腹肌。大家好，我是古阿古。今天不说故事，跟大家说尝试。那你说个毛？啊，就很多人每天看着 YouTube 练腹肌影片，然后跟着一直凹来凹去啊，然后又凹不出个毛来。哥，您是不是有点吃力啊？专家说腹部是全身最易囤积脂肪的地方，而且男生因荷尔蒙影响更会有肥肚。打地出来，我嫁给你。光是做腹部肌力训练或是加上有氧运动还不够啊，只要多吃糖分，喝到酒精还是咸酥鸡，就容易转换成脂肪。哥，你都别再出力了啦，用这招比较快啊。我以窝窝好性感。简单的说，饮食不控制，就算腹肌很硬，还是被脂肪盖住看不到。减糖少油炸，适当补充蛋白质，就是帮助减脂的要领啦。哥，您辛苦了。